那待会呢，我们在现场有导引节目，有试影活动要来与大家做一个互动。好的，那如果你们听到我的声音，可以加紧脚步来到我们 CD228 大综合的摊位面前。我们待会会邀请到最专业的调音讲师伊森老师来为我们示范2022年最新的手摇饮品趋势。那现场也有我们的服务人员提供给各位一个试饮的活动。那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近距离的互动。如果你们有想要试饮到2022年最新的手摇饮产品，赶快移动你们脚步来到我们大综合的摊位面前啦！逛展逛妹的朋友们也赶快来跟我们索取试饮的饮品。我们现在试饮的项目呢是我们的蜜香杯茶，那是2022年推出的。那它里面呢是带有烘焙味道的金萱仙茶，本身呢有带有后段有一点糖蜜香，所以喝起来层次感是很丰富的。请大家如果想要试喝的话呢，赶快移动到我们的摊位面前喽。